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沃卡汉幻传旭哥手游攻略，那是棕色尘埃二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详细的兑换教学啊，实际换给大家看啊。之前其实就有讲过拿法啊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所以这次实际换给大家看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这个最强的隐藏神角免费拿，可以拿到这个最强的神装啊，最强的神角。还有各种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攻略、最完美开局都在这一集。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那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么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这个选单。房子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下方有一个其他点进来，接下来点画面的右上角就有这个登录优惠券，点进来就是这个礼包码可以输入了，看到那个黑丝的妹子就知道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到这个界面之后呢，就你的昵称，接下来就输入你的这个 coupon 序号，就是礼包码，然后就输入这个大写的 BD2，然后 OPEN BD2 OPEN， 这个礼包码在这边 BD2 OPEN， 接下来按兑换，在下面然后显示这个序号登录成功，就表示我们这个礼包码领取成功了。那登录游戏呢就可以确认奖励这边，那网页在这边，但基本上你直接用这个界面会最快啦，旭哥讲这个最快速的方式，那你也可以在这个网页去兑换，那用这个最快 BDOPN。好，那礼包码就领起来了，最爽的福利。那之前旭哥有讲过嘛，你可以透过就是这个 Facebook 啊粉专那些可以找到，那实际上是可以找到的，不过旭哥直接就是换给大家看比较快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到邮件呢，就可以去领取这奖励了。来，领取这些奖励，像是这个礼包码奖励，有没有？这个抽抽乐券，然后这个 login 奖励，还有什么 bonus 奖励，然后之前有一些补偿，然后频道50000奖励100钻加50000金币，还有这个100000奖励，这个200钻加上这个50000的金币。好，那这些全部领到，有没有这么多的奖励？好，最爽的福利，最完美开局啊，最多礼包嘛，都跟旭哥爽爽的领起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一下手抽无限刷啦，旭哥要好好的爽爽的刷起来，最强的隐藏版神角可以在这边获得，点这个转蛋再点进来，无限抽抽乐这边就可以刷起来。那我们主要就是刷艾瑞克，加上他搭配的这个神装。基本上艾瑞克是最强势的神角，因为可以无视防御啊，是最强的哦。但是看到这个很香的妹子也是很想要、啊，可恶，都想要啊。那优斯提亚的五星加优斯提亚的装备神装也可以开局，这样最强的隐藏版神角这样神装呢可以开局的有很多个。主要是艾瑞克啦，将他的这个装备是最优先的。那优斯提亚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，然后再可以搭个三星的阿里内斯啊，也不错。哎，这个妹子很香，来继续抽。艾瑞克的装好像不是很好抽，感觉旭哥已经抽到很多次艾瑞克，但是抽不到他的装，那是残念啊。怎么艾瑞克最近好像有点变得比较难抽，是大家一直在抽的关系，大家都在刷艾瑞克啊，因为这个手抽无限刷很好玩啊，就很轻松。有艾瑞克，可是没有他的装啊，毁灭之心，这个是最强的神角，最强的隐藏版神角，可以免费拿，透过这个无限抽抽乐。
所以这个把它刷起来。刷到艾瑞克之后，再搭配它的装啊，这两个其实是有点难度的，要刚好有。现在艾瑞克，但是没有它的装，可惜啊。我是优斯提亚，这样它的装也可以。最好是五星的装，五星然后 UR 是最好的。五星将 UR 就是最完美开局，就是比如说五星的艾瑞克，再加上五星的艾瑞克的装的 UR 的版本，它的专属神装啊。好，来吧，怎么拿不到啊？太扯了！旭哥玩到现在已经刷了，可能上千抽了，真的抽了好几千抽了。要刷到还满意的，真的有点难。你看，一直刷不到艾瑞克的装啊。哦，有啊，有艾瑞克的装哎，五星装哎，五星的掠食者，可是没有艾瑞克啊，妈的哭啊，我哭了，而且是 SR 的，拿到 UR 装好像真的难度颇高的，拿到 SR 装也，五星的装也是可以的。大家就自己斟酌吧，看一下怎么样开局这样。我靠，一直拿到艾瑞克的装就没有艾瑞克的人了。刚刚是拿到人没有装，然后现在是拿到装没有人，感觉有点在整人的感觉。这种刷手抽就这样，所以大家要有点耐心，花点时间慢慢刷，刷到满意再开局。好，有五星的这个。靠，皇家石，哭啊，优斯提亚，但是没有优斯提亚，妈妈乐。好，这个就是最速无限刷的一些过程啊。这个最强隐藏神角是可以拿到的，还有这个神装，只是你必须要有点耐心啊，玩家必须有点耐心，慢慢刷这样。那今天有分享这游戏最多的礼包嘛，详细的兑换教学，还有这游戏这个最爽的福利。好，那你可以刷优斯提亚，也可以刷艾瑞克，都可以。那旭哥是比较推艾瑞克啦，因为取得难度比较高，然后他的这个神装也可以拿到五星神装。那大家就努力刷吧，他的五星神装。那今天就分享这游戏这个最强隐藏神角的免费拿法，还有这游戏啊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详细的兑换教学。那其实之前攻略就有分享怎么拿了嘛。但是这一集呢，实际换给大家看啊，免得大家不知道怎么换啊，实际换给大家看，因为之前有讲说到 Facebook 粉专就可以拿到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，那换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大家就没有意见了嘛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呢就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看旭哥手游攻略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